不辞而别，冇啲礼貌。佢哋两个都失心病，都唔知道去得边噶。阿女啊，你觉得佢哋系咩人啊？我都唔知啊。嗰男嘅猜想佢哋系私定终身，然后殉情嘅一对夫妇。但系个女嘅咧，武功一啲都唔弱。嗰个男嘅咧，就手无搏鸡之力。呢个配搭确系少有。个男嘅亏虚损削齐晒，有冇仔生都成问题啊！阿爹啊，你唔好咁样话人啦。咁点啊？我哋由得佢哋走咗去啊？你想帮佢哋啊？咁佢哋睇落都唔似系坏人啦。连佢哋自己都唔知道，你点知咧？人不可以貌相啊！虽然我都好想转开佢哋个脑，睇下如何能治好失心病。不过都系闲事莫理啦，女吓。小妹姑娘，公子说话不尽不实，似乎有啲嘢隐瞒喎。唔系啊，你一个人讲大话咧，呃到人就呃唔到自己嘅。出自真心者，墨将拼和如细水长流，如弄虚作假；墨将执文乱，如激流澎湃。我一试就知道龙与凤。你冇再呃我啊？边有呃你啫？我俩实情系一对苦命鸳鸯，情比金坚，即使受尽千夫所指，仍然不离不弃。正所谓难离难舍，总有一舍。我讲了，我讲了，是你哋逼我噶啦，你哋唔好后悔啊！我真系准备讲啦，预备一二啦。万儿，你本来咧就对我倾情，但好可惜你天生淫荡，水性杨花，朝三暮四。招啊！喂，你中唔中你过？我点咗啦？冇打，咁样。冷静啲先，冷静啲先。公子，我真系劝你唔好再讲大话啦。点解你硬要逼我咋？你咁样即系拱佢死啫！我真系顾唔到你好眉好眼，你竟然夹埋呢个毒妇嚟牵逼我嘅。好啊，好好啊！嚟逼死我啊！要杀二百色随冤命嚟啊！有咩咁严重啊？我乜都唔记得，我就系记得当日喺虎山门度发生过嘅事。你想点啊？点解你好地地要追杀我啫？当时嘅情况系咁嘅。一副随时归西咁嘅样，莫讲话长相厮守啊，我简直九分分钟长命过你啊！你又口大神薄，避而到一副黑夫相，边个取着你真系唔方唔短命啊！想娶我，想娶你啊！想嫁我，下世啦！受死啦！就算我死，我都要揽埋你一齐死啊！冇嘢差啊！整件事大概就系咁，经过双方一轮口咬之后，大家就展开猛烈嘅攻击。例如话你捉住我头，系咁喺个船度砰砰砰，然后我捉住你嘅手喺我排牙度，系咁撑撑撑。过咗冇几耐，我哋就揽埋一嚿，然后双双跌落湖，跟住就失忆。完。点啊？佢咪讲真话？睇嚟佢讲嘅嘢系真噶。咁啊，梗系真噶啦。他一开始想杀我，我点样讲出嚟啊？嗱，你睇佢，你睇佢几凶狠。如果我讲咗出嚟嘅话，我咪冇命咯。如果我真系想杀你，你都一定系抵死。我仲以为你哋系殉情添，唔通系恩爱成恨？闸住，恨就有啦，爱绝对冇。无论由起时只有恨而无爱啊！除咗喺虎仙门生死相搏嘅画面之外，我仲隐隐然记得我哋青梅竹马，如胶似漆。是甜甜蜜蜜，不是贴错门神，是双双对对，不是打搅远对，但只是一个眨眼的时间，你就由阿国计的小情人摇身一变蛇蝎妇人，还是你花心薄幸想抛弃本姑娘啊？又或者你恃强凌弱想强迫本青莲进，然后你成亲都未定呢？冷静点先。嗱，听呢位公子所言，你哋都是准备拜堂的一对夫妇，不如你哋放低成见，解决咗问题先啦。你哋有咩打算啊？谂住去边啊？南门咯，睇下官府可唔可以帮我哋揾翻我哋嘅亲属。呢度地处七国之交界，你哋系边度嘅人？想报边度嘅官？嗱，我系真心想医好你哋嘅失心病，不如我哋翻咗手阵阵，再谂办法啦，好冇？你而家睇紧嘅系 TVB USA 官方频道，想睇更多 TVB 精彩嘅节目片段，就快啲揿埋下面呢个钟仔 subscribe 啦！